翻啦，李生，我拎翻啦。能拍照，注意一下安全哈。请宜丰县体育局张高峰副局长为获得男子丙组个人计时赛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奖。你搞啥？喂，冇讲。你搞紧嗰啲嘢，你边有时间去睇时间啦？我想帮阿大师影埋啊，帮阿思思影埋。系啦，唉，真系逼死。冠军呢个好高大，身形又靓，啲 TT 身形咧，啲摆明嘅。请颁奖嘉宾和运动员合影。